运动场顶头参加比赛的选手，虽然年岁淡薄仔悬，不过拍球的姿势拢正标准。为着吸引老大人走出户外，南投关门球协会特别举办104年度关中杯门球比赛。咱哩在座拢来做咱的各方面吼，大家拢是非常喜爱这个活动。透过着咱这个活动，互咱社会时段的身体健康健康，啊，同时透过着像你会活动，大家互相来做一个球技交流吼。啊，上加重要就是讲，只要咱的地球这边只嘛有任何需求，啊，伫中央只会当做会到，一定认真来替咱社会来争取咱的福利吼。啊，嘛欢迎大家较常来，啊，较常来吼，我相信恁若办任何的这个活动。南投县政府，尤其是咱人民政府长吼，一定会甲咱支持。虽然日头真大，也毋过来参加比赛选手又还是袂少。侨会希望透过活动，会当予老大人做伙出门运动，维持健康的身体。其实呢，办这个球赛呢，主要目的就是讲吼，使予遮退休老人有健康的身体吼。来发展到咱的垂直的运动吼，我们出来户外互动走动交朋友身心也愉快。有的选手已经拍几啊十年，透过门球来互相交流，互相是愈拍愈欢喜。协会嘛邀请有兴趣的民众，做回来享受拍门球趣味的所在。记者张伟雄采访报道。